一个现场画面带您来看，云林有一辆救护车鸣着警笛载着病患赶往医院，结果途中呢通过一个红绿灯口，不慎撞飞了一部机车。这女骑士在空中连翻了五圈落地受伤，整个人被弹飞了16公尺远，还好女骑士非常幸运，只有腿部擦伤。救护车鸣笛奔驰，急着要把车上的病患载到医院，结果就在大学路和荣誉路口，砰的一声，救护车闯红灯，迎面撞上往斗六方向行驶的机车骑士。女子被撞飞，腾空飞起，足足转了五圈，撞离救护车16公尺远，倒地之后动弹不得。路人纷纷上前关心，还好当时头上的安全帽保护，让她只有腿部擦伤。穿一圈头好像重伤，就是看一下旁边跟前面有没有来车啊。因为双方的都没有注意到，所以才会酿成这一起事故。那用路人如果有听到警笛声也是一样，要注意一下四周的环境啊，看有没有执行公务的车辆。救护车依规定鸣笛车速60公里，而当时车上也有病患，因此并没有违反交通规则，只是执行勤务，经过路口还是得要减速，注意四周车辆，以免像这样再发生应注意而未注意的意外。记者廖文斌、曾新中云林报道。